起来的，它会有那个挂钩啦。OK OK。可是内脏啊，对，内脏它会，它有这个地垫。对啊，所以我说，如果你去里面，不要睡里面了，这个就搬进去。就直接搬到里面去睡。内脏，我靠，那内脏这么大。穿的话，你要拉它，然后穿得很紧，不会，那你只要握住它，就要直接穿过去。
边，它有那个顶的。对，这里也有，应该会有个顶。有。这两根是支架啊，那我跟你讲，对，应该就是吸盘先吸在车上。所以你把它贴在玻璃上面，
不是不是那个钢板，斜角的。对对对，它就是连车子。哦，所以这根应该是接。我懂。这个如果太风大的话，这样撑得住吗？我还有一个墙壁的吸，你那边吸玻璃的，对，先拆下来。对对对对。高了，然后再来就是这。这样就好了，然后就拉下来加杆单，就这钉子，这条是很短，就是它风在吹的时候，风在吹的时候拉住。哦，这样的话它风一吹就开了。对啊，对啊。哦，那两条线是拉住的。所以不该拉住。现在有个小姐，她有一个，有一个袋子啊。钉子，对对对。
带里面，今天没有带。我现在疫情期间呢，不知道是。可以啊。车偏渣。刚好在附近，刚好就不用排。
对对对对对，让你去吹，它也是左右会晃。比我想象的大底。